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王者的呢喃，超级沉闷的棋谱。哦，可以看到我用的是水希腊队。哦，基本上这一队攻击力是没有问题，只是说你的那个攻击力道掌控比较难。好，这是最漂亮的一个状况了。现在处机就好处了，因为我们还有这一只啊，只是怕不想把它 K 掉而已。哦，带只水油鸭的目的就是在这里，它可以随时帮我们转心啊，所以我比较好出击。哦，这样他已经替我们争取了好几回合了。这回我采取的打法是消上面的猪，哦，下面我要留一点水猪。消耗，哦，留一只好。好了，哎呀，有点过头。哦，然后这一支它的说明是会燃烧转珠时所触碰的符石，每触碰一定被燃烧符石，对召唤师造成1000点的伤害。可是我发现并不是每一颗都会烧起来。我转给大家看一下哦，你要这样烧，没扣血，没扣血，没扣血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的会扣，有的不会扣，详细原因都不太了解。主要是什么情况下会扣血，我真的看不太出来。啊，这时候我们的鸭子又派上用场。这边一样，我一样是削上面，哦，然后我下面要留那个水珠，哦，非常这个没有成功啊，好，哦，没有成功没关系，我，哦，接下来看他这个这关锁技是哪几只，哦，太好了，锁的是我不要的，哦，因为我比较在乎的是这一只跟这一只啊。先看大海之陛下，
浪费了无所谓啦、哦、我也没想到这个 combo 那么多。现在就是先绿珠，印记打王的时候用不太到、哦、这个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因为王是18盾，接下来尽量不要让他碰到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减伤了，没下去。基本上 combo 上去的话，回血是很快的。还有11回合，所以我们现在先攻击力不要太大。我分两边做 combo 这样。哎呀，没杀掉。没关系，哎，这攻击力太大了。哦，一样是储技啊。哎呦，这有点攻击力太大。好了好了，哎呀，没残血很可惜，还剩一回合，这一回合可以储技了，先杀这样子好了。我们力量一样要抓小力一点，哦，这个抓小力就是比较难的部分。顺序稍微换一下，哎、欸，好漂亮，这样就是我要的。哦，这个希腊要抓力道是蛮困难的一件事哦。哦，这样是最完美的了。哦，接下来这一关的话，希腊归一。数值再自己稍微记一下，上一下印记。哦，这个不错，它会跳的话，我就可以多补一些。哇靠，太刺激了吧！好，没有希腊这个好处就在这边。好、哦，非常好，我的水油刚好也跳起来了。好、哦，这时候我们还有印记，就直接上无所谓。然后新珠稍微留一点，好、哦，新珠稍微留一点。哦，因为我们不怕攻击力打不死他，是怕补血的问题啊。
这一回合我先做结冻的动作好了。可以看到我的星柱一样是做保留的一个动作。再来开这个水油减伤，所以印记已经叠得够多了，所以不用担心攻击力的问题。哦，打五千多对我们来讲还好，小 case 而已。哦，尽量保留星柱就对了。哦，因为我希腊只要做 combo 出来 ，combo 数会非常高。所以目标是保留星珠啊。哦，现在倍率已经是跌到最高了。所以不太担心这个倍率的问题。好，刚刚好。哦，回合数很漂亮的，刚刚好。哦，掉卡非常好。哦，以上是这个王者的呢喃哦，怠惰的棋盘女王的一个示范。哦，这个影片的最后，顺便跟大家提及一件事，就是应该大家知道高雄气爆的事件。哦，这个不晓得大家心情有没有稍微受到影响啊？当然是说，怎么讲呢？希望大家都平安哦，不止天佑高雄哦。天佑也台湾，哦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平安的过每一天，哦，基本上，当然我们可能我现在人没有在高雄那个地方，不过我是希望能够借着影片的里面这个内容跟大家提到这件事，这样，哦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平安，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